大家托付给你，那现在要往哪走？那个是坚石，是坚石没错。我们要走这里。小子，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们跟其他鸟群飞的方向不一样？真奇怪。糟糕了，我们不小心被吹进海流里了。我们要放慢速度，被吹太远就会到冷气流去了。你怎么能这样骗我们？我那么相信你。 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我要为之前所有的事情负责，但我更知道我们一直待在这里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试试看我的计划，也许就有机会活下来。大概吧。